好啦，大家要拍手掌先得啦。好，系多谢咁多位同学。呢堂咧，我哋除咗威哥咧，梁汉威先生同我哋继续讲翻咧，即系个平喉点样唱嘅时工慢板咧。嗯，大家喺上一堂咧，啲子喉都领教过啦。一阵间你嚟都识 do 啦。嗯，即系识过应该点样做啦。系啦，识唱啊，最少都系啦，咁啊，不如咁啦，阿威哥啊。嗯。咁我哋先讲翻平喉时工慢板咧。上次比较少时间咧，即系让你发挥你。對依樣嘢嘅認識講俾我哋聽啦，咁不如你先講一講，就究竟啊，即係上一次咧有下句上句啦，咁我哋其實應該點樣分呢？不如先聽翻嗰段先啦，好嘛？好啊，我哋聽翻一次呢個平喉嘅慢板先啦，書生福阿婆未完閒，引得上課。难得你温柔贤淑，则怕我有有望色，有望应，有劳你关怀，情意成。阿威哥啊，系咁啊，听过之后咧，就到你讲啦。嗱，大家听咗一连串嘅慢板咧，其实只系听咗一句下句，一句上句啫。刚才咧系林家声先生咧，从呢个下句式嘅慢板开始唱，咁啊唱咗四顿，同埋一句嘅活动短句，就唱完咗整整嘅一句下句，然后再反复就再唱上句，亦都系唱咗四顿同埋一句活动短句嘅。咁总共概括嚟讲呢，亦可以讲话係唱咗十句嘢。十顿亦都可以讲。咁其实喺嗰、那个嗰、那个粤曲嗰、那个嗰、那个写词嘅格律嚟讲呢，只不过係话唱咗两句啫。咁啦，书生福薄未完悭，呢句係下句开始呀，第一顿。咁呢就个结束音系个咪字。而喺个平仄嚟讲呢，呢、這个系呢、這个音平声。引得上我哋月殿系第二顿。即係四拍啦，咁我嗰個電字之後結束音係個哆，永遠都要記住呢、這個一定要愛強調。佢講嘅就話下句第二頓個拉腔係個哆字，然後即係過門過四拍。咁頭先個電字咧就係、是、壓側聲嘅，未壓穩。但係前詞一定要填呢個側聲。難得你温柔賢淑，呢度係呢個活動短句嚟嘅，係佔咗四拍，亦都係等於係佔咗一小節。嗰個聲韻咧就係、是、側聲。咁第三段就係、是、則怕我有苦兩個字嘅啫，則怕我呢三個係親字嚟嘅，唔計入去嘅嚇。咁我結束音係個 咪， 咁總共咧係從呢個板開始唱起啊，咁唱到咧就係、是、一個板嘅過門為止，總共唱五拍。咁嗰個文字嗰個結束音係個嗰個文字嘅結束音咧係嗰個 咪 嚇，亦都係側聲嘅嚇。第四段是輕啊輕，這個就是第四段，唱到這裡為止都是剛剛唱完了一句下句而已。這個輕字是平聲，也是要押韻的，陰平聲，陰平聲和陽平聲都可以放入下句那裡，總共就是唱了七小節，也是等於是唱了二十八拍，就是說如果我們不加入這個活動短句就是唱二十四拍就夠了。接著他就還有再唱的，就是
只为温故可知新呢度属于第一顿啊，咁咧就唱咗一小节，咁就总共咧就唱咗一小节啦。咁但系个结束音系个 midi， 嗰个文词嘅声调咧就系平声，系音平声，但系唔需要押韵。第二顿久安能堕志，呢度咧又系唱咗一小节，结束音系个 ready。結束音係個 ready， 大家記住呢個係上句嘅第二頓，因為經常大家拉腔拉到呢度咧都有猶豫嘅，唔知應該拉墮抑或拉 ready 先啱嚇。咁一定係拉個 ready 嘅。咁然後咧有個過門咧就係、是、過四拍，由板開始過到尾釘為止。咁啊財有望，食有望，形咧呢、這個就係一個活動短句，佔四拍。嗰、那個文詞嘅聲調咧就係、是、平聲，係陽平聲嚟嘅。咁嗰個唱腔嘅結束音係佢傻。第三段有勞你關懷，從呢個板開始唱到中丁，然後過門咧就過尾丁至到呢個板嚇，咁咧呢個就總共咧就佔咗五拍。個懷字嗰個結束音係唱個傻字，咁啊但係嗰啲文字嘅聲調嚟講咧就係屬於呢個陽平聲嘅。咁第四段情意性唱到呢度咧就唱完咗呢個第四段啦。個性字咧個結束音咧係個 ready， 記得啊。呢、这個嗰、那個慢板嘅上句最後尾呢個第四段，大家一定記住係個。車節結束，咁咧就總共又係唱咗七個小節，等於28拍。威哥，咁就解釋過啦。咁喺未即係將平仔喉對照之前，不如我練好個平喉先啦，好嘛？好啊，好啊。咁啊，你係抽啲即係載咗啲卧虎藏龍出嚟咧，唱下先啊。係喎，希望真係有卧虎藏龍啦嚇。咁就邊位有興趣？冇講係有勇氣啊！出嚟試試咁啦嚇！邊個有即係我係中國人咁膽識咧？應該走出嚟啊！有冇啊？有邊位啊？阿威哥，如果佢哋唔出，又要你啫。邊個唱啊？係嘛？鬼佬都要唱啊！啊，好啦，咁啊，邊一位自動請應先？嗱，咁樣好唔好啊？你自己自由選擇，中意唱邊兩句？唱完之後，我問翻你，你唱呢兩句係屬於第幾段，同埋個結束音係乜嘢，好唔好？好啊！嗱，好啦，你揀咗啦喎嚇。书生福一薄未远堪，我唱完咗啦。呢度系属于第几段呢？第一段。咩嘢句嘅第一段呢？下句。下句结束音系乜嘢呢？咪。结束音系个咪，冇错啦。咁你跟住再唱边一句，你自己唱啊。忍得嫦娥离月殿。好啦，咁你唱咗两句啦。咁呢个属于第几段呢？第二段。边句嘅第二段呢？下句第二段。嗰、那个结束音系咩呢？系度。系冇错，结束音系个度啦，冇错。好，唔该晒你。啊，你未记得报名喎？叫咩名啊？你姓善。善先生啊。善同学。好啦，咁啊，只系有一位咧就唱咗两句啊。咁呢度唔知两句咁少噶喎。咁啊，有多顿噶喎。嗱，请第二行第一位同学啊。第二行第一位同学。边个黑衫？呢位啦，呢位啊，系啦。哦，呢个，系你，哇！你拧翻转头想唔唱啊？嗱，你记翻我头先个位啊？你自己拣边句咯吓？你唱完之后，我就再问你系呢句系属于乜嘢嘢，好唔好啊？难得你温柔贤淑，呢句系乜嘢？属于呢个。属于乜嘢活动短句。属于活动短句。咁嗰个结束音系乜嘢呢？呢、这个啦。系啦，系咪？咁、你跟住再唱一句嚟听下。只怕我有负卿啊，卿啊。嗱，咁你总共唱咗几多顿啊？呢度？两顿，唱咗两顿，第几顿同第几顿呢？第三同第四顿，冇错啦，好，唔该晒啦，贵姓啊？姓欧，阿欧先生，多谢欧先生啊。好啦，咁啊，欧先生咧就唱咗下句嘅三同四顿啦，冇错啦，好啦，咁啊，另外我哋又而家仲可以请多几位出嚟，系啊，咁有冇女仔唱平喉咧？你会有嘅，有嘅。第三行嗰位着白衫嘅先生啊，你唱咗先啦，系啊，贵姓先？你请报上你嘅姓名咧。我又系姓梁。哦，又系姓梁啊！同宗嚟嘅，原来五百年前同我一家啊！咁你中意唱边一句啊？哦，呢句系嘛？
才有望食，有望应。好啦，呢句系属于乜嘢咧？一个活动短句。活动短句啊，冇错。个结束音系乜嘢啊？数。系啦，咁啊，继续再唱啊。有劳你君安慰。啊，唱完咗啦。咁呢句系第几顿啊？第三顿。系属于上句定下句呢？上句。上句嘅第三顿。好，唔该晒你。唔该。多谢。啊，中意唱平喉嘅女性出嚟。有冇？有冇？边位？咁啊，威哥要猜下边个系先啊。啊，不如呢位啦，好唔好啊？吓，系到你啊，落台都冇咁啱啊。好。贵姓啊？姓李。啊，姓李吓，即系有你就。掂啊！有你就有得讲啦。系啦，咁你中意唱边句啊？嗱，我俾个扇口俾你，你随时唱都得噶啦。好啊，嚟啊！书生福啊，薄未远悭。咁啊，呢句系属于乜嘢咧？下句嘅第一顿。个结束音系乜嘢啊？咪。啊。再唱多句嚟听下，第二句啊！引得上我离月点。嗱、啊，唱呢个词嘅时候留心咯，啊，咁冇唱个咪字，最好唱个傻字，个鹅字啊，啊，上鹅咧，月光上高嗰、那个唔系屋企嗰个喎，屋企嗰个唔好要啊！引得上我离月点。我呢个属于第几顿啊？第二顿。啊，乜嘢嘅句子嘅第二顿呢？下句嘅第二顿。系、啊、结束音系乜嘢呢？哆。冇错啦，结束音系个哆。多谢啊。嗯。好，咁啊，威哥啊，仲有几句未唱噶喎、啊。吓、啊，边位啊？咪再举下手啊，大家。好。咁啊。贵姓啊？胡。胡。胡小姐，咁你中意唱上句或下句咧？好啊。嗱、啊，你都话。只为温故。可知身？呢句系属于乜嘢？上句嘅第一顿。系结束音系乜嘢咧？咪。系冇错啦，结束系个咪字。再唱啦。旧安能堕之。啊，刚才我唱旧安能堕之，唱完咗啦。咁呢个结束音系乜嘢咧 ？re。吓、啊，结束音个 re 系第几顿咧？第二顿。啊，上句嘅第二段啦。啊，唔该晒你。唔该。嗯。搵啲男士出嚟啊！仲有边个男士？各位啊，你贵姓啊？梁啊，我又系姓梁，梁氏天下喎、啊。哇，真系，今日只碰啱啫，碰啱偶然啊，偶遇。咁唱两句嚟听下好唔好啊？吓，一开始咯。情意成。唱完咗啦，咁呢句系属于乜嘢咧？上句第四顿啊，个结束音系乜嘢咧 ？re 系，多谢你梁生。好，阿威哥，而家有两个选择，一个选择咧就是你带领全班同学咧就唱一次，一个选择咧就是总结，不过总结留翻下一堂啦。好啊，不如大家一起唱一次好唔好啊？我哋唱每一顿都停一停，好唔好啊？生福啊，薄未远悭。呢度系下句嘅第一段，结束音系个咪字，跟住落去。引得上我你点？记得呢个康系个多字结束音，系下句嘅第二段。唱完咗呢度咧，按规律就应该会过门，过翻个多字嘅过门系过四拍嘅。应该我唱的又到你了好吗？这里好吗？又到你了，又到你了。书生福啊，薄未远悭。这里是唱了这个下句的第一顿，咁你就留返一个短短啲嘅过门，就一拍嘅啫。个唱腔嘅结束音系个咪字，亦等于公尺谱嘅公字啊。咁我唱完咗第一顿之后，介入第二顿咯。引得上我。
第二顿嗰个结束音，唱腔嘅结束音系个哆，跟住就拉翻一个哆字嘅降门，占嘅拍数咧系占四拍嘅。难得你温柔演奏，呢个属于活动短句，占四拍，个结束音系个那字吓。咁啊，第三顿啦吓，则怕我有。呢个系第三顿，结束音系个咪字，等于公尺谱个公字。轻啊！就林家聲先生的唱法啊，若果一般的唱法就不同的，輕啊啊啊啊啊，輕啊，唱到呢度為止咧，我哋剛剛就唱完咗一句下句啫，即係由書生福薄未然堪開始，至到有父兄為止，唱到一句下句啊，咁跟住再唱落去就是上句的第一段啦。只为温故可知心，呢度系第一顿，结束音系个咪，跟住再落去。旧梦能躲知，呢度系上句嘅第二顿，结束音系个 re 字。才有梦时，有梦境。呢句叫做活动短句，唔属于第几顿嘅，喺第二顿中间介入去嘅，占嘅拍数系四拍。头先个结束音系个傻字个形字嘅结束音啊，跟住落去第三顿，有劳你关情意。唱到呢度为止，就唱完咗整整嘅一句上句。最后的第四顿个结束音是个 re 完成了一句下句同埋一句上句的平后慢板。好，阿威哥啊，呢、这个时候咧，我希望咧能够咧将嗰个唱片咧嘅止喉平后播一次，听完之后就翻去再去比较一下，下次再听阿威哥讲下，其实喺呢度平止喉其总结一下咧，就系佢哋唔同嘅地方，好嘛？好啊。Oh,
只怕我有温故何知身，旧安能多知，才有望食有望应，有劳你关怀，情意成焦咯。好啦，阿威哥啊，系点啊？咁啊，一路听咧，同学咧一路问题，不如我哋简单地答一答佢哋嘅问题啊。边位有问题先？你想问啲乜嘢咧？我想问下，故宫慢板咧，系咪一定由下句开始咧？唔系嘅，嗱，其实咧上句下句咧，呢个系一个作词嘅规律啦。咁啊，其实喺呢个正统里边嚟讲咧，应该系从上句开始唱嘅。但系话咧，上句通常嘅旋律就冇下句咁悦耳。咁啊，喺呢二三十年开始咧，通常咧都由下句式去唱起。咁个上句摆喺边度啊？你会咁样问我？咁咧上句咧就咁样样嘅。如果嗰场戏里边有手板。啊、即有手板，手板就是上句来的。在古老戏里面，传统戏里面来讲，每一个叫演员的上场，在内场都有个手板，或者有个倒板，即是京剧的倒板，印度的倒。那那个倒板和手板即是上句了。跟着一落质出来出场，开始唱任何的东西都是从这个下句唱起的。这解。那比如说现在又没有手板又没有倒板，那么怎样呢？咁喺咁嘅情況下，係一支歌或者一場戲咧，我哋會有個牌子頭，大家會聽到啊，查啲啲撐撐，查啲撐，打啲打啲打打啲啲咧，咁呢句就作咗上句啦。唔係一定係我頭先講呢個銀台上啊，任何都得嘅，哭亡魂也好，任何嘅嘢都得，就作咗上句，咁啊叫做交代咗啦，咁解。嗯，即係呢個喺曲式安排咧，就做呢樣嘢啦。嗯，好啦，仲有邊位有問題嘅？想問翻個活動句啊，係有冇任何地方插得嘅咧？活動短句咧，唔係任何地方都可以插得嘅。活動短句咧，就喺上句或者下句嘅第二段之後，咁啊可以加一句或者加兩句、加三句都得。咁啊，但係話咧嚇，大家得多就唔係咁好啦，加得多太過就變得連個歌詞嘅句頭都冇埋啦。妹仔大過主人婆。好，咁啊，其他問題咧要留翻下一堂咧先問得啦，因為時間夠啦。好，非常之多謝阿威哥帶我哋咧，即係由呢個嚇時光萬把花園喎。好啊，好多謝曬，好，拜拜。